點解要減肥？當我發現買衫嘅時候，由4號、6號、8號嗰啲碼數一路咁樣戴上去嘅時候，我就開始已經唔可以忍耐啦，所以我就要嚟減肥啦。我自己係喺醫院度做行政人員嘅，所以我嘅要求都非常之高嘅。喺雜誌啊、報章上高都見到好多減肥中心都話同人哋減咗幾多磅啊，又唔會反彈啊，但係始終信心都唔係好夠。但係有一次有機會一嚟到美姿秀，見到佢哋嘅註冊營養師啊，有醫師嘅監管，又有牌照嘅簽體師，咁佢俾我嘅信心都非常之大，所以我就參加咗美姿秀嘅療程啦。我喺10個星期減咗25磅，全身仲減咗30寸添。我著嘅衫已經由8號變翻為0號啦。最緊要就係我完成咗療程半年，一磅都冇反彈到。所以美姿秀嘅健康纖體療程真係得嘅。如果你係有咁嘅需要的話，可以一齊嚟體驗一下。我哋成功咗啦，你都嚟試一下。